以下节目是由廖敬仁外科整容医生特约播映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商界中华，我是 Mina 李色平。在这一节的商界中华，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探讨怎么样在不用做手术的情况之下可以拉面皮。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拥有25年外科整容经验的廖敬仁医生。Dr. Liu， 你好。你好。係 ，Dr. Liu 啊，咁上一集咧你就講咗呢個唔需要手術呢個拉面皮咧，麻煩你講多次，呢個叫咩名，同埋有啲咩作用咯嚇？嗱，我大約解釋俾大家聽咧，打脂肪啦、換膚啦、水光針啦，嗰啲冚唪都係無手術嘅。但係我以前講咗好多噶啦，已經，所以今日唔再講啦。OK， 今日講呢個咧就係用線嘅拉面皮。點解用線拉面皮咧？咁我哋咧就有些特別的線，那些線呢就用顯微鏡看下去呢有些勾滯在那裡，兩邊的，即一邊兩邊都勾的。然後呢我們有一個特別的針來放入那個皮下面，然後呢就將皮收縮它，那些皮就勾著皮呢就好像收縮皮，好像洗心縮水一樣收了下去。這個是一個作用。第二個作用呢就是這種線呢佢自己幾個月頭後咧會用嘅，但係佢未用之前咧，佢會刺激到你自己個身體、自己個皮咧，會再增加嗰啲 collagen 同埋啲蛋白質嗰啲咁嘅喺裏邊嘅。咁咧，咁有兩個作用啦。第一咧就整你啲皮厚嗰啲咧，第二咧依啲蛋白質咧會收縮嘅。佢一收縮咗咧，啲皮更加緊嘅，即係好似洗衫縮水咁樣嘅。OK， 就係咁樣。咁我哋就係用依個方法咧嚟到做拉面皮，咁佢依個好處咧就係好容易嘅，因為又唔使開刀，唔使亂針，乜都唔需要嘅。即係怎打入去就得㗎。淨係打針，嗰啲針好細嘅，嗰啲針好細，同時咧未打之前咧，我哋將嗰啲皮咧就搽少少啲特別嘅藥膏咧，令啲皮冇咗知覺，又打入去。即係麻醉藥咁嘅樣嚇。又唔係麻醉，即係麻痹少少啦。咁啊打咗入去咧，咁然後就。頭先所講咧就收縮啲皮，咁然後咧就等呢啲線咧就自己用佢個作用嚟到做呢啲收縮嘅。咁你上一集咧就講到咧面咧就譬如話可以即係啲眼唔使咁耷啊，或者可以甚至咧就嘴唇可以變厚啲嘅。咁除咗面之外，身體仲有咩部位可以做咧？嗱，你逢親一個身體地方啲皮鬆唔好睇嘅咧。都可以做得到嘅，即係度度都得嘅，度度都得嘅，因為你而家係收縮啲皮啫嘛，所以你邊度啫？咁其實呢個係好重要，因為點解咧？有好多地方，譬如你想收縮到皮咧，要用手術先做到嘅。咁你手術咧，好似好簡單嘅，譬如你話膝頭哥啲皮鬆咁，以前方法咧就用手術切咗啲多嘅皮嚟連翻針。咁有個大疤痕咧，所以嗰啲好少人做，唔好睇咯，唔好睇。咁所以好少做嘅，因為同埋有嗰啲疤痕好闊嘅好多時。但係如果用依個方法嚟做咧，完全冇疤痕，佢係可以收縮到啲皮。咁咧即係依啲咁嘅地方咧，你唔使做手術都做。即係你如果係要做手術嚟為咗嗰啲皮鬆個膝頭哥咧，就唔值得嘅。老實講，嚇咁你如果你依個咧係咁簡單嘅就 OK 啦，可以做到啦。咁你而家你膝頭哥就係一度啦，但係啲地方就好似個手踭，其實啲女人著衫，如果啲手踭啲皮鬆好難睇嘅，咁可以又係做到啊。手臂啊，你個手臂啊，嗰個叫咩啊？拜拜係嘛？係啊，即係手臂呢個位係咪？即係上邊嗰橛啦嚇。唔係依度下邊，即係呢個下低，即係有時年紀大會即係嗰啲。佢唔一定年紀大嘅，後生都會有嘅。你啲皮即係啲皮鬆。鬆即係譬如你係本來肥嘅，而家減咗磅啦，咁佢係鬆啦啲皮。你又可以用呢種方法嚟整緊佢嘅，咁又一樣啊。啊，細路譬如啲人生完細路哥啊，生完細路咧，你啲皮鬆啦，咁又可以。又可以整緊佢，即係好多作用嘅。嗱，你甚至到你話頭先我以前冇講頸啊，頸又得啦。啊，譬如有啲係胸部下垂，又可以又得，即係好多嘢都得嘅。所以咧，依個係好即係唔只係話容易簡單，而係咧佢可以做得到第二啲方法做唔到嘅。而且唔使手術。唔使手術，因為好似咁講，你譬如你話。
醫到啲皮鬆，有方法做啊手術，但係個疤痕唔咁長，你值唔值得咧？梗係唔值得啦。你個疤痕要好耐時間康復咯嚇。依、這個唔成問題啊，而係嗰啲個你個疤痕咧係永久性噶嘛、哦。你有個疤痕就仲難睇。嗯。咁咧就即係尤其是中國人咧，好少做依個手術嘅。嗯。嚇、啊，咁但係如果而家依個方法咧嚟收縮嗰啲皮咧，就值得做。嗯，咁就講起啦，你頭先就話唔係淨係年紀大，即係後生都可以做。咁其實啲咩年齡層次嘅女士或者男士適合做咧？其實咧，咩即係你需要做乜就做乜，你幾多年紀冇問題嘅，冇關係嘅。譬如你其實咧，你裝做面咁先算咧，就最適合咧就係差唔多35至50歲嘅女士。哦，因為佢哋咁後生，30幾都可以做。可以做，你有啲30幾啲面都鬆曬啦。嗯，嚇、啊，好多係咁啊！你即係嗰啲係最適合做，因為佢唔係太多轉變啊。咁咧你就做起上嚟真係效果好好嘅。即係譬如你太年紀太大，啲皮太鬆咧，係有效果好啲，但係咧你話好幾多咧咁就可能講啦。咁啊，即係未必夠。咁好多時咧，依啲人咧就要正式做拉面皮嘅手術嘅拉面皮先至效果夠好。咁你頭先提到呢個打脂肪啦，我可唔可以將呢一個線嘅拉面皮加埋呢個打脂肪一齊做咧？得得，好多時係咁做添。哦，啊你因為譬如你OK， 譬如你塊面係少咗脂肪，而皮係鬆嘅，咁啊當然咧就係打脂肪整好嘅啦。但係打脂肪有時都唔夠啊，要做埋呢個咁啊好。哦，即係兩樣嘢加埋，即係幾樣嘢加埋。可以。咁就麻煩你再講多次啦。呢個即係last 幾耐咧？做完之後大概即係要隔幾耐再做一次咧？就係好難講嘅。即係我上一次都講過咧，即係你可以當佢一年啦。啊，咁但係翻做嘅其實係好簡單嘅。即係就算你一年後咧，你效果係冇咗，但係都會好過你未做之前嘅。嗯，咁Dr. Liu 啊，聽聞你依家有個優惠喎，咁麻煩你介紹一下啦。即係咁，你所謂優惠咧，因為我而家你好多依啲產品咧，啊，即係我哋買咗好多產品，又如果買大批嘅就平好多，所以咧我就而家想用曬依啲咧，就依3個月頭內，10月、11月、12月咧，今年嘅三個月咧，投嗰200個人，即係年尾之前啦，年尾之前投嗰200個，我做咧，我係俾30% off 嘅。哦，咁請問你介唔介意講下個價錢大概幾多咧？嗱，我平常就唔講價錢嘅，不過依個咧就係可以特別啲講。你譬如你做係拉面部咁先算啦，平常嘅價錢1500蚊。嗯。嗱，你拉面皮做手術嗰啲過萬蚊嘅。嗯。但係而家咧當係1500蚊，咁我俾埋1/3 off 佢咧，咁即係1000蚊鬆啲嘅。哇，咁啊真係平好多喎，即係平成500蚊。咁就請問你個電話號碼咧？係650-697-8888。嚇，我哋多謝曬 Dr. Liu。咁我哋依家咧就進入一段廣告，廣告之後再見。